不速城外兰家先父，有位先生治学严谨出了名，什么顽徒到他手里不出一年都变得尊贵有礼。可是他偏偏就遇上魏婴，赔了爱徒还受气，就他一个发钞加贵还要道理，就他一个放火放刀还放魏婴。哦，多可怕，你要问我他的名字，听好了，他名字叫蓝奇人。书房一看见魏婴就来气，喝酒抓鸡没规矩还敢调戏忘记。哦，先生有话好好说，你先冷静，千万别生气，这就滚去吵架去。胡闹啊，老夫之学远近闻名，教出的弟子那都是翩翩有礼。直到那天遇上魏婴，喝酒抓鸡还调戏我爱徒忘机，发钞加贵他还敢用狂操，竟想着歪魔邪道。就我一个发钞加贵还要道理，就我一个放火放刀还放威仪，你要是问老夫我叫什么名字，记好了，哦哦，老夫名叫蓝奇人。偶尔不在家威仪就接娃，翻酒喝酒打射击带回一封字典，我警告你别玷污我爱徒忘机，不然就抄家训，抄完你再抄上瘾。你别再嚣张带笔，魏婴走后叔父他一直在努力，家规家道四千条发钞要道理。他本以为再也不会遇到魏婴，可他没曾想到魏婴成了他知心。那小子就没把家规放在眼里，居然敢在家宴席上当众调戏，每天到酒喝酒抓鸡调戏忘记，真是岂有此理，一口老血喷死你。小恩爱就滚去抄家训，四千条家规再加一条防卫衣，老夫我一把年纪还被拉眼睛，忘记来看看心，西城为何无